刘亦菲的脸型和气质变化之大，不能接受女神也开始老了。整个视频都充满了高端奢华的风格，穿着黑色西服走过镜头前的刘亦菲，侧颜更是一如既往的精致有型。不过当视频往后看到镜头扫向刘亦菲正面的时候，一闪而过的面部的大特写中宽大的颧骨和婴儿肥的面颊，让人根本不敢相信这就是刘亦菲。不过单看刘亦菲身材，其实也并没有觉得她变胖了。刘亦菲的腿一直是她的 bug， 之前刘亦菲出席活动的一张未修图曝光，不得不说她的腿是真有点粗，原来仙女也要长肉的啊。在大家的认知中，刘亦菲有着精致的小脸、高挺的鼻梁与灵动的双眼。其实现在的刘亦菲也不能算胖，说她胖是因为和之前身材的对比，加上在人气女明星行列，这样的身材就稍微显得没那么火辣了。而且刘亦菲肩膀看上去也壮硕不少，没有了仙女时期的轻盈感。